到比赛的现场，其实刚刚哈萨克的选手彼得拉科娃呢，他在球的项目是拿到了26.850分。那现在是中国的选手邓森月。选择的彩带就跟他的衣服是一个蛮强烈的对比颜色。刚刚那个抛的高度也非常的好，原地的旋转。这一名选手其实他在前两项比完下来，其实对于他自己的表现不是很满意的。而到目前为止，他在彩带上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有自信。兔跳的鹿跳的专题，不过我们刚刚看到旋风灯好像闪了一下，对，是这样是很不好，因为对选手来讲，他要接手续的时候多少会有影响一点。这是中国的选手邓森月，他在彩带上的表现也还算不错的，应该下来的反应不会跟他前两次一样吧？对，因为整套来讲，他实施的还算稳定性啊，都还不错的。这次就有笑容出来，对，感觉心情就比较好啊。我觉得教练很辛苦，因为每一位选手比完了以后要给他一点精神上的鼓励，不管是好还是不好，都是要给他一点精神上的鼓励，因为他还有下一个项目要完成。这有时候选手的调整的好不好，其实也要看教练的功力啊。对，因为可能选手他们有时候表现状况比较不稳定一点，最后他在彩带的分数是26.150分。